我是经过因表小妹介绍，甲伊熟识，互相无真了解，就来结婚。会记得甲伊熟识的第二天，伊约我看电影。阮两个人感觉个性真合，有话讲。阮离开的时阵，伊问我的生时日月。五天了后，伊阁约我看电影。伊甲我讲，因爸爸替阮看好订婚的日子啊！我听一个莫名其妙，我问伊讲：咱这见三界面，你也无经过我同意就要订婚，未免伤憾。伊竟然充满自信甲我讲：一个查某人若肯甲生时日月替予查甫，就表示有佮意对方啊！我老爸看的日子还有十几天，你会当考虑，无勉强你。不过，阮家的环境无好，如果你若是无气嫌，无嫌阮家散吃，希望你会当答应我。我听伊安尼讲，坦白又搁温柔体贴，我暗暗来详细甲看，伊的体格真好。生着一表人才，又搁斯文，伊笑笑甲我讲，我感觉讲又尊重我，我竟然无勇气来甲伊拒绝，我拢无讲话来表示答应伊的求婚。就安尼，阮两个结婚咯，结婚到即卖十八冬，回想起的这段婚姻，无爱情的基础，无了解对方，只干那凭着一颗期待心。互相了解，互相信赖，甲伊来结婚。十八年来，阮同心协力，同甘共苦，无怨无悔，度过了困苦的岁月。事实证明，阮的苦心无白费。如今，阮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无一定真侪人认为婚前就有山盟海誓、风光恩爱这幸福。在我来讲，我无认为。我感觉婚后的坦白信任，这才是实质的重要的。虽然阮伫咧婚前拢有个人的过去，往事不堪回首，过去的过去，把握现在才是重要。翁仔某每天生活做伙，凡事先为对方想，才去想家己，甲对方想做是咱唯一亲密的爱人，加付出一份的爱甲关心。就会当减少一分的埋怨甲争执，夫妻爱是世间上最珍贵的，奉劝大家应该珍惜。